群年轻人吵吵闹闹，大声嬉笑，画面左边还有人被紧紧绑住。拍下影片的民众一边拍一边报警，认为实在玩过火了吧？原来这群年轻人正在庆生，寿星就是被绑在电线杆这位，全身缠满保鲜膜，大家用奶油涂脸，被怀疑是玩过头。警方到场后拍下这一幕，虽然正在将寿星松绑，但看起来实在被整得很惨，没办法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玩得太过火了，把人家绑在电线杆上，哎呀，我觉得太着急。不会啊，他们能接受就好了。事件发生在一号晚间8点多，高雄林园地区的营区旁，警方到场了解，寿星并没有不高兴，年轻人认为好玩就好，是对于其他民众来说，吵吵闹闹绑在电线杆上让人侧目，报警处理只是以防万一。记者王嘉庆高雄报道。